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用这次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如何念佛。那么，在4月19号左右，我在那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给大家汇报了自己如何按照印光法师的十念法念佛的一些体会，并且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了，印光法师的十念法。那么这1个多月过去了，我们陆陆续续收到大家提出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提得很好，对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帮助。我呢，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参阅了净空老法师和印光老法师的这个。印光老法师的这个文钞和净空老法师的历年来的一些语录啊和开示，我们在这里试着跟大家进行一下汇报，可能呢不能完全满足大家的问题，但是我们做一些尝试，也是向大家呢提一个建议，还是要深入老法师的这个历年的。这个讲座和开示当中，还是要深入到这个印光法师的这个文钞当中，来寻找答案。这是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说出来，我们这2个依据哈，一个是净空法师的历年的开示和在经教当中讲解经教当中的一些这个指示，还有是印光老和尚的这个文钞精华录。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一个一个的问题呢，我们试着跟大家一块讨论，看看，能不能解决大家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用334的念法念佛时，意念中没有123或456的数字，但很清楚这是念到第几句，请问这样念对吗？这样念对。我理解你这个问题的意思呢，哈，这位同修的意思就是说，我脑子里没有一二三四五六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数字的形象样子，但是我清清楚楚我知道我是念的是第几句，这就是计数，啊，这就是计数，不必要说，要出阿拉伯数字的一二三四五六这个样子，还是中文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的，这个样子啊。不用，你只要心里清楚这是第几句，能说得出来，能记得明白，啊，就可以了。再一个呢，就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念佛时被人打搅了怎么办？这个念佛时被人打搅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哈。我们每一个念佛的同修，在我们念佛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呢，打搅。打搅了以后呢，再重新来，啊，这个从一到十，从一到十，这么再继续的恢复的念，啊，那么他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如果打了妄想，是否要从一开始重新计数？我自己的体会呢，不要这样做，就是比如说我在第四声佛号当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能第四声佛号，我们有了一个妄念进来，啊，自己很明显的感觉到有妄念进来，啊，但是很快就意识到了，啊，你功夫得力的时候呢，可能就第四声佛号有了妄念进来，第四声佛号你就能意识到，那这个时候呢，从第五声过来调整过来，啊，然后五六七八九十再这么念下去，啊，不要从。我的意见呢，就是不一定说在第四个佛号上当中出了问题，然后我再从一开始。因为我们看印光老法师的这个十念法当中呢，首先在这个十念法当中没有说这么个念法，就是被干扰了以后怎么办，再重新开始，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在十念法当中呢，印光老和尚明确的说，从一到十，从一到十，这么念下去。啊，没有说打搅以后，再从无论你念的第几声佛号，再从第一声佛号开始，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啊，就是从乃声佛号打断了，受了干扰了，我们接着往下念。我自己念呢，也是这种体会，啊，坚持十念法，啊，要不然你在第四声佛号被打断了，你就是再开始，那就是四念，啊，然后呢，就作为初学者来讲，很难啊，很难，这是我自己体会，包括我自己现在在内，说十句佛号一个妄念没有是很难，啊。大的妄念没有了，剧烈的妄念没有了，程度很重的妄念没有了，但是一闪而过的啊，这个比较轻微的细微的这些念头还是有。那你不能说你光想着我要出念头从头念，这个念头就很重，我在第五声佛号当中出了问题了呀，我得重新来，这个妄念就很重了，不要理会它啊，不要理会它，不要照顾它。你这样在第四声佛号当中有了妄念，你停下来再从头开始，这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大妄念啊，对它是非常照顾了啊。你首先你意识到妄念，你要调整妄念，再调整数字，再从头开始，这个夹杂太厉害啊，任它而去啊，它来了我不理会它，我从五声佛号再回到我的佛号当中来。什么叫再回来呢？就是再把耳朵射到佛号上啊，再把耳朵把这个听呀，把这个听再落到这个佛的声音上，念佛的声音上回来了啊，这就是一种对峙。那么可能到了第七声你又出现一妄念，没关系，我从第八声再开始啊，再回到再用摄耳谛听，再用耳朵来听我的这个念佛的声音啊，就这样，然后把十句念完，然后再从一句开始。那可能到下一个十句的时候，你可能在第三声佛号上又出现问题了啊，这是一个很普遍很普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经过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对这个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不要在这个念佛的过程当中哈，出现了妄念我们就感觉到很沮丧啊，感觉到很气馁啊，感觉到很没情绪，这都是对妄念的照顾，你真正被它影响了啊，真正引起你的烦恼了啊，不要管它。我们知道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念佛了，对吧？我们正是因为有这种飘进来的莫名其妙的啊，这些没有任何根据的，没有任何原因的啊，也不知道为什么的这些念头夹杂进来啊，这是我们很正常的现象。其实我们说我们通过这个十念法，我们大家念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到什么叫无始无明。你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妄念啊？我有个朋友说，这不念佛就觉得没自己没妄念，一念了佛以后吧，觉得念佛的时候老想着家里出担爸爸妈妈的心呐，啊，担先生的心呐，担孩子的心呐。你不念佛的时候你也没担这些心啊，一念佛了以后，好像这些操心啊、担心啊、紧张啊，啊，一切都涌上来了。为什么呀？难道说你不念佛的时候，这些人就不应该担心吗？啊，你念了佛，这些人就应该担心吗？没有道理，不能问为什么，问为什么又是一个妄念。那么，所以通过我们在十念法的念佛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些莫名其妙没有任何根据说不清楚原因的这些妄念，就启发我们认识到无始无明，没有根据。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六道？那我的念头从哪儿来的？是吧？我们说有分别执着和妄想啊，这个妄想哪儿来的？不能问，没有根据。我们念佛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就来这个念头了？真是莫名其妙，八竿打不着的，平常根本就意识不到的人和事儿就出现了。正是因为没有根据，所以才说他是妄念。他要真有根据了，真有说法了，那他就不是妄了，他是真实的。所以啊，我们通过十念法过程当中，念佛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些妄念，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加深理解，这个整个这个六道是虚妄的，十法界是虚妄的啊，是不真实的，啊，我们只有证得了法身，啊，这个41位法身菩萨，我们那个世界叫十报庄严土，
那个世界才是真实的。啊，这是我自己在念佛的过程当中，我也老琢磨呀，为什么会有妄念啊？怎么搞的？怎么才能控制啊？这妄念从哪儿来的呀？谁给我的呀？是吧？就是这些妄念组成了我们的六道，组成了我们的十法界。啊，这个虚妄的念头产生虚妄的世界，啊，虚妄的内心的念头产生了虚妄的境缘，啊，环境跟人这个物质环境跟人事环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能当真，啊，这对我们有启发，啊，但因为我们十念法以后，我们在共同学习十念法之后，很多同修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妄念怎么那么讨厌啊？怎么就是总是扫除不干净啊？老是飘进来，啊，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无始啊，哪有开始啊？哪有结束啊？没有结束，哪有原因啊？没有原因。你说你种一棵梨树，到了秋天你长出梨，这是有原因，这是有结果，那我们说是真实的。你说这东西根本就没有，就根本就没有这个因就来这个果，也没有这个果也就没有这个因，因果都找不到，这就是妄，啊，虚妄的，啊，你叫它虚也罢，虚而不实，妄就是真，妄而不真，啊，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这就更增加了我们对佛在经教当中说的，啊，在《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我们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当中，这个很深的，很不容易理解。怎么是虚幻的呢？这个理解的概念，这个概念不容易理解。我们通过念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感觉到，啊，真的是虚妄啊！为什么呢？我为什么有念头进来就是虚妄的呢？因为正是这个念头产生了你现在的世界，产生了你的色身、受想行识、五蕴，就是因为这个产生出来的。哦，我的五蕴是这么产生的，没什么根据，没什么原因，啊，咱们这不是经常唱一首歌吗？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也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就这个，啊，所以，这个我们就被这个妄念给困扰在六道，啊，累生累世不得出去，很苦的事儿，啊，这个念头确确实实虚妄的啊！你在念佛过程当中，你能感觉到，真的没你，我们有些时候念三个小时佛下来，念两个小时佛下来，有几个非常粗壮的，这个妄念，啊，可能在念完佛之后自己还能记得，哎呀，今天我怎么想了这么个怪事儿了，是吧？那么我们要想，我们总结这几个在念佛过程当中出现的妄念，它有必要出来吗？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想这些问题吗？它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有什么帮助吗？有什么必要吗？真的没有必要。你完全可以不想。啊，想了它对我们的实际生活和工作没有任何帮助。它就来了。啊，它就来了。所以哎呀，我当时要不想多好啊。我今天这粗壮的念头就十个。你说你要说真是我下午要签合同，我不想这个问题，真要耽误我这个生意也行，那我想想还值得，又没有必然联系，没有这个必要想它，特别是在念佛这三个小时，耽误不了什么事不想它。但是怎么着就得想，啊，这就给我们两个启示：一个，它确确实实是没用的；第二，一个确确实实是控制不住的。啊，所以这就是念佛功夫不得力的一种反应哈。所以呢，是否要从一开始重新计数？不用，啊，在哪打断从哪开始。那么，这个下面一个问题呢，请教加“南无”二字有何重要意义？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加“南无”两个字，有什么重要意义啊？这个问题呢，老法师呢，在他的讲经过程当中啊，多次曾经提过我们为什么“南无”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老法师呢啊，在大经节这个演义的讲解过程当中呢，好像是我们查到的是第167集哈。老人家关于加南摩二字有何重要意义，
关于南摩两个字呢有明确的解释。啊，师父说呢，梵语南摩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顶礼。我们南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向释迦牟尼佛顶礼。南摩阿弥陀佛，向南摩阿弥陀佛顶礼。南摩就是归命的意思，起手的意思，顶礼的意思，有这么多的意思，简单称就称作礼。所以我们礼佛礼拜，简单称礼拜。这里面这么多意思，以归命这个意思最好。归命就是我们一心皈依佛陀，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是这个意思。我们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一心向佛接受教诲，这个意思好啊。这就是老法师最近在大经解的这个演绎的这个讲解过程当中提到的南摩两个字的重要意思，我觉得解释的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完备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它的重要意义就体现在这段文字上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在下边一个问题呢，就是请教到底是念六字洪名呢，还是念四字洪名啊？这个问题问的人很多啊，我们这个说到很多同修这个来问到问题，是吧？这个我们同样啊，再回到老法师的这个开示当中，看看老法师是老人家是怎么说的。师父在这个《阿弥陀经疏钞演义》第39集当中呢，曾经有过非常明确的开示啊。他老人家说，有人问念四字还是念六字，念一音还是念七音，这个都无所谓啊。为什么呢？那是方法，方法没有一定，大声念也行，小声念也行，默念也行，金刚持也行，不定啊。总而言之，一个原则就是要念的身心自在，这一点很重要，要念到一心不乱。如果念的时候起分别执着，都是错误。我这个念法我得一心，他那种念法他得一心，都是无量功德啊。不一定我这个方法这个念法对，他那个念法错了，也许他念对了，我搞错了。为什么？他念佛没起分别心，我念佛起分别心，我的对他的不对，我错了，我是二心，我已经不是一心啊。尤其在大众在一起念佛的时候，往往法器敲错了，大家都生烦恼。他为什么生烦恼？因为他是三心二意的在念，他当然生烦恼。如果他一心在念，你怎么敲，你怎样敲错，他也没听出来。那这个体会我们有啊，你真正摄心的时候，确确实他敲错了，你是感觉不到的啊。你怎样敲错，他也没听出来，他一心啊。老和尚这说他一心，一心里头就没有错和不错，你看说的多好，是吧？三心二意他才有分别执着妄想，这是很要紧很要紧。那老和尚说了啊，这个我们到底是六个字还是四个字，那这个是随您啊，你不能说六字好四字就不好，四字好六字就不好，这就是分别啊，这就得不了一心了啊。一句话老和尚说的啊，这个念得很自在，就是要念得身心自在，这一点很重要啊。身心自在是我们念佛的时候一种感受，目的呢念到一心不乱啊。你怎么有利于身心自在，怎么有利于一心不乱，那它就是好的方法啊。我们这个就是严格的按照师父的这个解释啊，来理解四字和六个字。
所以就是一句话，学佛人不能执着。印光法师在《文钞进化录》当中，也说了，念佛人怎能执定一法呢？啊，怎么能够固执的坚持一种方法呢？不能这样，啊，在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在学习师父的关于六字和四字啊，另外一段开示，啊，这段开示也很重要啊，我们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啊，这是在师父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第804卷，2002年8月份讲的这一段开示哈。我听说念佛法门，有人执着六字，反对念四字；有人执着四字，反对念六字。你说糟不糟糕？这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你到极乐世界还天天吵架，哪有这个道理？不能够。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喜欢念六字的很好，他能念到一心不乱，他能往生。喜欢念四字的也好，什么样的音调都好，喜欢念得快的好，喜欢念得慢的也好，只要你自己念得欢喜，念到能够扶住你的妄念杂念，妄想杂念，你功夫得力就好。一定要知道，我们同样修净土，他跟我的根性不相同，怎么可以勉强？世尊当年在世，我们晓得介绍净土法门不止一次，多次宣讲，但是佛并没有发起打个佛七，佛也没有号召大家共修，佛只是教，修行在个人。这就是说得很清楚，这就是说得很清楚，佛在这里开药方，个人回去自己去服药，不是把所有的药在那里一起煮，不是的，那还得了？啊，这是师父在讲《华严经》的时候，关于六个字和四个字的时候的另一段开始。啊，另一段开始。所以呢，关于六字和四字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啊，大家呢回去以后。再把刚才净空老和尚的这两段开始再仔细的复习一下啊，就能得到明确的答案了。那么我听说很多人念佛之后都有特别喜悦的感觉，那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比较着急，我念佛之后一直都没有这种现象。是，有些人，有些同修，这个有感应啊，念佛的时候，这个呢，有些人呢是非常喜悦，啊，就是非常高兴，啊，非常兴奋，啊，那有些人呢是非常的悲哀，啊，非常的这个难过、痛苦啊，这个很悲痛嘛哈。各种各样的感觉都有。那么这个印光老和尚呢，在他的文钞当中呢说了啊，就两种情况嘛，一种就是悲从心起嘛，念佛的时候，或者呢总觉得特舒服啊，很适宜啊，他老人家用这两个字就觉得很适宜啊，你悲从心起也罢，内心觉得很适宜也罢，印光老和尚说都不加理会啊，不加理会啊，就是好境界。你加了理会了，你就把这个境界变成魔的境界。为什么？它因为引起你的烦恼啊，引起你的贪着啊，引起你的分别，引起你的执着，那么这个境界的出现就变成魔的境界了。如果你不理会它啊，你不管它，那么这个境界来了随它去，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都不是真实的，啊，不要分心，不要执着，那么这些境界呢，就是好境界。印光大师说呢，转为上进，啊，遇到这种境界，如果你不理会它，上进的意思呢，就进步了，啊，境界现前了，啊，好的境界现前了，啊，你不分别不执着，说明你功夫得力，你就进了一大块步，啊，你看这就变成积极的了。如果说这件事情这个境界出现了，你执着它，
啊，你沉迷于它，你迷恋于它，啊，那么这个境界呢出现呢就障碍了你，那么你就退步了，你就不能上进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一层意思啊，我们对境界的一种处理方法。啊，再有一些人呢，怎么人家念了，我这念了很多年啊，有些老居士说，我也没有那个旁边那个刚念了三天的那种人感觉真好，啊，这个喜悦呀，啊，身体清安呐，啊，这个感觉到法喜充满啊，啊，这个可以不吃不睡啊，啊，很多境界。这印光老和尚说呢，有些人啊，没怎么花太多的时间在念佛上，刚刚一念就感应特别强，这都是过去生的善根啊，人家过去生当中是个修行的功德的再次体现。所以你不能，你这个事情你可不能较劲，你说他在念三年，我这念三十年了，我怎么还不如他的境界，那人家人这一辈子没来之前怎么念你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就是师父讲的，每个人的根气不一样啊，每人过去的历史也不一样啊，有这种样子的啊，刚一念就是这个就是感觉特别好啊，就能摄心啊，就有很好的这个很快的进步啊，这都是过去生当中的宿世的善根啊，在今天呢反映出来了。有些人就是念得很费劲很努力，还不如人那个念的不是不念的不多啊，念的并不是很拿出很多时间来念佛的人，还不如他的境界好啊，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不能着急啊，所以这个不能着急啊。你这么说，我比较着急，我念佛之后一直都没有这种现象，这就是攀缘啊，这就是烦恼，这就是贪。印光老和尚说，因贪成障啊，固结于心，你这就麻烦了啊，所以不要理会他。我在念佛时，下边这一个问题啊，问我在念佛时头皮发胀，我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印光老和尚在他的这个十念法当中有明确的开示啊，这个心叫心火上炎啊，头皮好像觉得有人在抚摸啊，也觉得自己的头皮在发胀啊，有这个居士来信给印光老和尚写说，我觉得这是不是功夫得力了？印光老和尚说，这不是功夫得力，啊，这个是心火上炎，啊，他说呢，这不是好现象，啊，这个他说不能提神过甚，啊，你不能太兴奋，啊，提神过甚，提神呢就是喝茶提神的，喝咖啡提神，这个神不能提得太高。要调停适中，调停就调整到中等状态，啊，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低就昏沉了嘛，高就兴奋了，这都不对。调停适中，眼睛呢向下看，啊，我看这段文超回复的这个话后边说，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调停适中，眼睛向下看，眼睛向上看。容易出现这种心火上炎的这种感觉，所以不要东张西望，往下边看，啊，这种现象就会去掉，啊，所以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从印光老和尚的这个文钞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当中找出的答案。再往下呢，就是问按十念法念佛。每次至少念多长时间？这个印光大师的这个十念法当中呢，都说了啊，这个多长时间呢？没有一定啊，没有一定。这不是我们念佛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一天应该念多少佛呀？啊，换句话说，我应该念多长时间的佛呀？我应该念多少声佛号啊？啊，这都是不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我们严格的按照老和尚印光大师曾经的开示来办，从朝至暮，从暮至朝，就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
至暮从暮至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就是说，从朝至暮从暮至朝，这就是讲的多少时间？您说多少时间吧？你有问这个问题的时间，你就应该念佛，而不是应该拿这个时间来问问题，啊。所以说呢，多长时间？然后印光老和尚说了，如果做事的时候，是吧，不能十念计数，你就直念，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那么念下去，等着事做完了，再回过头来计数，是吧？时间多长多短都没关系，短到什么程度？现在我很忙啊，这个最少不能短到什么程度呢？最少每天应该至少保证多少遍呢？啊，咱们的净空老人家、净空老和尚也给我们曾经有过开示，我们在这里边呢，一块儿这个来学习啊，老人家这个啊这一段开示，这个我们把。净空老法师这段开示啊，这个和印光大师十念法这段开示结合在一起学习，我们就能找到我们很忙，忙到没法再忙了啊。就是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按十念法念佛，每次至少得念多长时间？每次就是一次十念法开始至少得多长时间？至少得十句佛号，就这个意思。那这十句佛号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时间就得给他多少时间，不能再打搅了。啊，这个是老和尚在十几年前啊，我记得好像是在新加坡讲《大乘无量寿经》第62集，1999年9月4号，老人家的明确开示。这段开示很重要，这个非常非常符合我们现代的。人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啊，那我们今天呢重新开始学习，再学习一遍老人家关于他啊所提倡的叫做精念十念法啊，精念十念法。他老人家说，我在大概4-5年前也在此地讲经，传授给同学们这个方法，决定要修，决定不能忘记十句佛号。你看，这跟印光大师的十念法的十句佛号是一个意思。念，决定不能忘记十句佛号，念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我劝诸位念4个字，阿弥陀佛，十声。啊，老人家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十声一口气念下去，里头没有一个妄念夹杂在当中，这十念时间虽然很短，确实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念十句佛号，一天念多少次呢？我建议同修们9次，不能少过9次了。那就是说，刚才回答你这问题，按十念法念佛，每天至少得念多长时间？不能少于9次的时间，是吧？第一次是你早晨起来的时候，漱了口，洗了脸，有佛像在佛像面前合掌，没有佛像，面向西方，时间短不长，不耽误你工作，无论你工作怎么繁忙。都不耽误，为什么？只要1-2分钟的时间，至心信要，至心时间短行，长了就不行了，长了妄念就起来了。啊，这个方法很好，只要你天天照做，你一生一次都不缺，也决定得生。你养成这个习惯了。啊，这是第一次，啊，就是
老和尚说这第一次什么意思？我们回过头来说，洗了脸，早上起床啊，起来以后漱了口，洗了脸，啊，念一次，这是第一次。晚上睡觉前，晚上睡觉之前念一次，还是这个方法，十念，十句佛号，念四个声。老人家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看这就无所谓了，是吧？六个字、四个字都行啊。晚上在睡觉前之前念一次，这就两次了。每天你吃三餐饭，吃饭之前合掌，不要念供养咒，就念阿弥陀佛，念十声阿弥陀佛，这三次再加上前面的两次，这就五次了。另外两次是你工作，你上班开始的时候，在开始工作之前，坐在你的办公桌合掌念十声佛号，再开始工作。下班之前做一次，所以上午上班下班，下午上班下班，这就四次，总共九次。养成习惯，九次决定不能缺少，得空的时候可以增加，不能减少。就换句话说，最少最少要保证九次，每天九次是最少的，不可以缺，一次都不能缺少。天天照做，这就有功德，这个功德就可以拿来回向。所以短时间十声佛号，观经上讲具足十念，这个十念决定是至心信要。为什么？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从这个地方培养习惯，养成念佛的习惯。经文上说乃至十念，乃至是讲最少的，最少你要有这种修学的功夫，就是说乃至十念，就是你不能在少于十念当中，就是你最少要十念当中没有夹杂。你说你能做到二十声没有夹杂，那恭喜你，是吧？乃至十念，就是不能，就讲是最少要在十念当中没有夹杂。那么我们一天九次念这个十念法，那一个月呢，三十天就270次，一年365天再乘九，那就乘十吧，那3650次，是吧？养成习惯啊，保证这十念当中叫至心信要。所以我们从这个理解，至心呢，什么叫至心呢？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是至心呗，是吧？那么前清乾隆时间，慈云灌顶法师他也提倡一个十念法。他那个十念法是给那些工作繁忙的人，没有时间做早晚课，他是用一口气叫一念，近十口气，每一口气里念的佛号长短不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近一口气叫一念，这也是个好方法。我告诉诸位，这个方法有很多同修去做，觉得，就我告诉诸位的这个方法，有很多同修去做，觉得比近十口气那种十念法要好，要殊胜。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时间短，每天隔不到多少时间，你就要做一次，每天做九次，一次都不缺，比早晚它的时间长，所以功课越密集，越收到效果。就是你要是早晚有十念法，你早晨念完了，一直到晚上才念，这间隔时间长。而我们说的老和尚这个在99年提出这个十念法，啊，精进十念法是比较密集，啊，早晨、晚上、中午、上班、下班，是吧？啊，就是说，所以功课愈密集，愈收到效果，啊，像我们给诸位说讲经的方法，你学到这一段经文，你每天讲一遍，天天讲。一个星期讲七遍，密集的熏修，那个效果殊胜。一个星期只讲一遍，下个星期又换成另外一段了，前面那一段忘掉了，下面这一段还很生疏，很不容易成就，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老和尚呢，净空老人家在这个新加坡啊，1999年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提出了这个，不是，其实那时候的4、5年前。那换句话说，1995年的时候，老人家就提出了精要十念法。
那么这是我们的每天最少的时间了，不能再少于这个时间了。而且呢，这是一天拉开了，从早晨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前，这总可以了吧？这个不能再比这个少了，你再少就没理由了嘛，你连这么点时间都拿不出来嘛。每一遍一分钟两分钟是吧，咱们说实话，你要是这个乃至十年，佛在经教上说可没有说这十年需要多长时间，只说了数字，十年你要真有那本事半分钟念完了你就走了，你要做到至心信要，他就吹你就蒙佛接引啊，受手往昔啊，就受手向西了，归西了啊，这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法门。那么这个精要十念法跟印光老和尚的这个十念法矛盾吗？啊，不矛盾啊。首先从数字上来讲都是十念法，对吧？那么但是这两位大德他们这共同在阐述的十念法，如果我们结合起来做就相得益彰啊，两手护洗越洗越干净，两灯护照非常光明。所以我们呢，如果用印光老和尚的这个十念法落实在净空老法师的这个精要十念法当中，啊，我早晨起来漱完口穿好衣服，这十句佛号我用什么设耳谛听做到三个清清楚楚，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记得清清楚楚，行了，对吧？到了晚上睡觉前我再用三个清清楚楚来念晚上睡觉前的这一遍，我一天这九遍保证用印光大师的十念法当中这个三个清楚来完成，那等于这个这样的做法既符合印光大师的这个十念法，又符合我们现在的净空师父上人的这个十念精要十念法，所以这就一致起来了。所以我建议再忙的人啊，也要保证这九次，每次按照印光法师的十念法来念这个九次佛啊，每一次十句佛号啊，这就行了啊。那么所以这就回答刚才按十念法念佛每次至少得念多长时间，每次至少咱们开玩笑说一分钟时间念十句是吧。那么这有很多人提出啊，很多同修在来信或者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的时候提出来，念佛的时候有头皮有抚摸的现象，发热的现象，发胀的现象，痒痒的现象。所以呢我们呢查找了这个印光老法师的这个文钞精华录啊，在这个文钞精华录的这个文钞精华录的第三部分是修持方法当中的第一部分，甲是念佛方法啊，这个第55页啊，我们共同学习印光法师的这段开示对我们很有帮助啊。念佛闭目啊，还有这个问题啊，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回在一起，就是念佛的时候能不能闭眼睛啊，和念佛的时候头上有感觉，有抚摸现象，有痒痒的现象，发热发痒啊，这个问题都回答了啊，我们认真学习哈。念佛闭目易入昏沉，容易进入昏沉状态，若不善用心，如果你要不小心啊这个或有魔境，就可能会出现魔的境界啊。那这就因为我没有这种境界，我也不知道这个魔的境界是什么，反正肯定不是好境界是吧，魔的境界。但眼皮垂帘，但这个担子就在这，只要眼皮垂帘啊，他这上面说即
所谓如佛像之目然，就像佛像的这个眼睛一样，则心变，则心变沉潜不浮动，潜就是潜水的意思，心就沉潜下来就不浮动了，亦不生头火，也不会升起头上的火。汝念佛，你念佛，头上若有物抚摸及牵制等，啊，你在念佛的时候感觉到头上有人在抚摸你，有人在拽着你，啊，等，就还不光是这两个现象，可能还有其他的头上的一种感觉。此系念佛时心朝上想，心朝上想，念佛的时候心向上。我们再往下读啊，心上向想，心朝上想，至心火上炎之象，导致了你有心火上炎的这种状态，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就换句话说，你有头上有抚摸、有牵制这种感觉，是你心火上炎的一种表现。若眼皮垂帘，即心向下想，那看来眼睛往下看，你心就往下想。那心，那心朝上想，就是眼睛老是看水平吧，起码是吧，或者往上看啊，这样叫心朝上想，就导致了心火上炎。若眼皮垂帘即心向下想，则心火不上炎，那么心火就不往上走了，此病即消灭矣，这个病就消灭掉了啊，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了。切不可认此为功夫，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功夫的表现啊！又不可怕此为魔镜，你也不要认为害怕，哎呦，这是魔镜吧，头上有抚摸的现象，有牵制的现象啊！但至诚摄心而念，你只要做到至诚摄心念就好了，你不要管它是是不是功夫啊，是不是魔镜啊，啊。那么英光老和尚呢，他又往下说了啊，这个至诚摄心而念，并想自身在莲花上坐或立，啊，就是说你不要认为自己这是功夫，也不要怕它是魔镜啊，你只要做到至诚摄心而念就好啊。同时呢，想自身在莲花上坐或立，那就是念佛的时候你可以想自己是在莲花上坐或者立，一心想于所坐立之莲花，则自可顿愈矣。啊，就是你一心想这个莲花，啊，这个麻烦，这个毛病啊，就可以立刻啊，顿就是速度很快，就恢复了，啊，那么这是印光老和尚。啊，对那些念完佛以后头部有感觉的人啊的明确开始啊，心火上炎了，心火上炎的表现就是头上有感觉，这可不是功夫，但是你也不要害怕，说这不是功夫，这是不是魔镜啊，也不是魔镜啊，你就至诚摄心而念啊就能好啊，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啊，自己有这种感觉。嗯，那么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呢，这位同学提出来，如何专注地念阿弥陀佛？念佛时，如果旁边有人说话，还是很容易走神，啊，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哈，我们来共同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念佛的过程当中，耳朵还能听到声音。啊，鼻子还能闻到味道，啊，这个六根跟外境的这个跟外缘的关系还很密切，还能接受到他们的信息，啊，这个现象是很正常的，啊，所以呢，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来学习印光大师的这个《文钞精华录》里边的开示，啊。就是说他在这段开示当中说，楞严经大势至菩萨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
念佛时心中一根，要念得清清楚楚，口中舌根要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耳根要听得清清楚楚，一舌耳三根一一摄于佛号，则眼也不会东张西望啊。这个大家注意啊，一舌耳三根一一摄于佛号。那您这个问题是说，念佛的时候旁边又有人说话，你还能听到，说明你耳根没摄住。那你没有达到，就是我们这个十念法，第一步啊，一舌耳三个根要摄于佛号当中，一一摄于佛号当中，那你这第一步就没达到。耳根要听佛号声音呢，你耳根听到别人说话的声音啊，这是一个习惯问题，因为你没练过啊，就是功夫不够啊，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啊，所以我们才要摄耳谛听嘛。摄的意思就是把耳朵收回来，放在佛号上。那么你摄不住这个耳朵，耳朵就听到外边声音了；你摄不住这个舌根，那你就胡说八道了。你不念这个，你不念六字洪名，不念四字洪名了，啊，你就不念四个字的阿弥陀佛了。耳根要摄住，大家觉得耳根摄可能还容易哈，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还容易。那么真是摄耳很难。啊，这外边的汽车的声音呐，楼道有人走动的声音呐，同事说话的声音呐，哎，或者外边刮风了、下雨了等等这些声音，你都会听到，说明你耳根没有摄住。那我们继续学习，所以呢，一舌耳三根一一摄于佛号，则眼，那咱们讲第四个根了哈，则眼也不会东张西望，这第四个根。刚才我们上面回答问题，心火上炎，那眼睛肯定是东张西望，那么导致的就是头发上头皮上有感觉，是吧，痒痒啊，抚摸呀，牵制啊等等这些现象。所以呢啊，则你要真正做到了一舌耳三个根摄住了，摄于佛号当中，则就是转了，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则眼也不会东张西望，眼睛你不可能东张西望。你要东张西望，你绝对做不到一舌耳三个根摄住。你不信你自己体会。鼻也不会嗅别种气味。啊，有些同修来信，来 email 哈，连来电子信箱说，就是对我在4月19号，在香港讲的这个鼻子也闻不到楼下炒菜的味儿啊。啊，这个眼睛也看不见别的东西啊，啊，身体好像也没有感觉了呀、啊，好像大家觉得有些不太理解，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祖师大德所批判那种死定哈、啊？你看这个印光老和尚说，眼也不会东张西望，鼻也不会嗅别种气味，这个东西并不是说眼睛看不见东西，眼前没东西，你眼前没东西不可能啊，你眼睛垂帘，你起码你还会看到地板呢。不会东张西望，你只会看到地板，是吧？但是你看到地板，你没有意识到地板，脑子里没有地板，这就叫把眼根摄住。不是说眼睛没看见地板，看了，没看进去，没意识到我眼睛看的是什么东西，这就叫眼根摄住。不是说闭着眼睛才摄眼根，那叫死定。你不睁眼了，那还有什么说的？那你等于拒绝信息嘛。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境界在信息当中不接受这个信息，但是我清清楚楚的在知道我看的地板，但地板什么样的，地板怎么回事，地板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脑子里全无印象。这就是灵灵觉知啊，既没有感觉，但是我又知道啊，这种境界非常好啊。这个同修给我提的问题就是说，真正的这种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哎，又知道，但是呢我又不计较啊，又知道，但是我又不计较啊，这就是这个境界。你说你眼睛，我们念佛的时候是吧，我们很多同修在念佛的时候眼睛看底下，你说你眼睛你不知道你该看底下什么东西吗？肯定知道啊，地板不理会它。如果我们的六根
都能做到这样，六尘来了，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脑子里都没有印象。这就是说的好境界，那不得了啊！我们之所以有麻烦、有念头，就是因为这个欲境逢缘，六根接触到六境之后，被这个境拽走了，产生了攀缘。哦，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地板。哦，这是黑地板啊！这个地板上是灰颜色的，还上面有黑点儿，这就完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脑子里没有印象，不受它的影响。你说我知道不知道？那能不知道吗？我看着它呢。我落印象了没有？专注在佛号当中，所以眼也不会东张西望，鼻也不会嗅别种气味。这是印光老和尚的开始。看来老人家念佛的时候，肯定也遇到过别的气味，那不可能没气味嘛。就和我们眼睛只要睁着，不可能看不见东西嘛，看而不见，然后嗅而不闻，你看，是吧？就是这种意思。身也不会懒惰懈怠。身体也不会，你看眼睛不会东张西望，我们明白，就这么叫东张西望嘛，是吧？东边看看，西边看看。鼻子呢，闻不到味儿，我们也好体会，就是有味儿吧。你比如点着香，啊，我在念佛的过程当中，我就有这种感觉。念佛，真是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特别是每天念三个小时，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确确实实香的炉子里点的那个香，这真的没感觉了。那别的同事一进来又胡同里，我说我这屋有香味吗？有啊，多香啊，这屋太浓了，这香味我一点都闻不出来啊。身也不会懒惰懈怠，懒惰懈怠，那我们在绕佛，这身体肯定不懒惰，肯定也不懈怠。身体懒惰懈怠就是打不起精神来呗，是吧？啊，所以身体也不会懒惰懈怠，在绕佛嘛，是吧？我自己在念佛当中有个体会，就拿出来跟大家讨论。往往我们疲劳的时候、累的时候，因为就头天晚上没睡好觉，今天要念佛，精神不饱满，或者昨天晚上加班了，啊，睡觉睡眠时间不够。或者中午有休息的习惯，没有休息，到下午念佛的时候，总是觉得好像脑子容易很难集中在佛号上，精力不集中，对吧？我不要说念佛了，就是我们一般上班，你要休息不好，第二天就昏昏沉沉的，啊，所以这个你怎么，你说我身体不会懒惰懈怠？你真的在脑子里头，如果不能够集中在这个佛号上，你的一十二三根不能集中在你的佛号上，你的身体一定懒惰懈怠。你要真是做到了一十二三个根设在佛号当中，很有力量，你身体一定不懒惰懈怠，你一定身体上是睡好了觉、吃好了饭，精神很饱满，这就是不懒惰懈怠。所以说一定要睡好觉、吃好饭再念佛，这两个有一个做不到，你不可能做到一十二三个根精神饱满的在念佛，很难集中在佛号上啊。我想念佛的同修念的时间长了都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们要睡好觉、吃好饭再念佛啊。那么他就说了哈，我们再回头说，则眼也不会东张西望，鼻也不会嗅别种气味，身也不会懒惰懈怠，名为都摄六根，这就叫做都摄六根。那换句话说，这个六根当中，一舌耳不说了，全在佛号上，眼不东张西望，鼻子闻不到味儿，身体不懒惰懈怠，就精神饱满呢，我累呀，甩胳膊呀。啊，这个摇头晃脑啊，就和面条一样，走得不精神饱满。你像这解放军是吧，升国旗，你看那叫那个身体叫不懒惰懈怠，你念佛就得那么庄严，是不是也要板正啊？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步步啊都有劲儿啊，步步都这个都精神饱满，不是拖拖拉拉、皮皮塌塌、甩甩甩甩甩甩那个就是这个甩来甩去的。
这就是懒惰懈怠。哎，步履很稳健，啊，每一步迈得很清楚，啊，每一个动作都不是那种都是在控制之中，不是随意的，啊，随随便便的，这就是不懒惰懈怠。你要做到这一点，你的身就摄住了，啊，所以名为都摄六根，都摄六根而念，虽不能全无妄念。你看，这刚刚同学说，有些同学说了，我按照十念法念了，啊，但是我还有妄念。那丁嘉丽老师跟我说，我这根本念不到十，啊，我三我四我就不行了。你看，都摄六根而念，虽不能全无妄念。你看，这说了是啊，啊，您给你这十念法，您就全无妄念了。那您就是大势至菩萨了，您是吧？您就是佛了。这告诉你，你就能念啊。哪有这么好的根器？下根人的方法呀，下根人有下根人的问题，顿根人有顿根人的问题啊。脚比不摄者，那跟那没有都摄六根相念的念佛的，则心中清净多矣。啊，这对我们是鼓励，我们真的是有这种感觉。虽然我霍浩林到今天也不能保证十句佛号当中没一丝的妄念，就是我真的十个佛号当中没妄念。我告诉你，没有你能意识到的粗壮的妄念了。你比如说，原来我这妄念是100分贝。你可能妄念100分贝的没了，90分贝你还没意识到，你还没这个功夫。为什么？佛问弥勒，举手弹指之请。啊，佛问弥勒，心有所念，举手，这个心有所念，几念几相识也？弥勒答：举手弹指之请，32亿100千念。老和尚说，他一秒钟弹四次，4个32亿100千念，啊，是1280兆亿次念嘛？好像是，我没有具体算过这数，那很多很多的念头，念念成形，形皆有时。你没妄念，你十句佛号有几个一秒钟啊？你怎么也得有10个一秒吧？10个一秒，10乘1280兆亿次的念头，你才意识到没念头，那你真是功夫不得力，埋没下去了。我们叫这个录音录像，我们有个基础噪音，是吧？基础噪音太大了，那个比基础噪音小的噪音你意识不到，除非比基础噪音再大。你比如我基础噪音50分贝，你像我们卖壁挂炉啊，国家验收标准50分贝，超过50分贝不合格，低于50分贝就算了。那么家里头人家到我们这壁挂炉来测试的时候，测试我们壁挂炉合格不合格，如果说他们家冰箱48分贝，不影响我。是吧？如果他们家那个高压锅一下弄到60分贝，那就是影响我了，多出10分贝。我意识到了，他那仪器射到50分贝，他就能测到50分贝以上，50分贝以下测不下来，仪器的灵敏程度就到50。那你随着念佛的功夫得力，所以我们大家念佛越念妄念越多，这是好现象。为什么？你的分贝调低了，我原来是100分贝的意识到了，啊，那么现在我随着念佛的功夫得力，90分贝以上我意识到了。啊，100分贝以上没了，但是90到100之间的我还有，那我再继续清它。啊，90分贝以上的没了，我再把我的水平再提高到80，80到90又有了，对吧？又出现了，我再把这个再清掉。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老和尚说的啊，虽不能全无妄念，脚比不摄者，跟那些不摄心念佛，则心中清净多矣，太多太多了，心中清净多了。那我们每个念佛的人啊，我跟那些同修们啊，在北京有些时候我们座谈，能没妄念吗？肯定有。那清，这自己就能感觉到清。确确实实十句佛号还不可能没有妄念，但是都觉得清多了，啊，故名净念。这就是净念了，清净开始出现了，这就是净念了。净念若能常常相及。相继继续的继，如果净念若能啊，如果能够常常相继，就长时间的继续下去，啊，无有间断，不要断掉，自可心归一处，自然就可以心归一处。浅之则得一心，你说浅的功夫就得一心了，一心，诸位同学，那决定生息了，啊，深之。则得三昧，你看我们一心跟三昧的关系，一心浅，
三昧身。我们继续往下说，三摩地亦三昧之别名，三摩地就是三昧的别另外一个名字。此云我们这个国土，我们中国叫做正定，亦云正受。我们看啊，正定正受，正受是不是就没感受？不是的。那么我们看什么是正确的感受，什么是正常的感受。正定者，所谓正定，我念佛三昧，我达到正定，我们大家看啊，这是标准。所谓正定，心安住于佛号中，不复外持之位，除了佛号没别的，这就是正定。正受者，什么叫正受呢？心所纳受，你心里所接受的这些东西为佛号功德之境缘，只有佛号给你带来的，只有佛号这个功德给你带来的境缘。那念佛的时候是有境缘的，是有境界的啊，所以他并不拒绝境界。你看，为佛号功德之境缘，是所谓心里是有所感受的，叫正受。这种正受是谁给你带来的呢？是念佛的佛号功德的给你带来的境缘。我们有很多人念着念着下身就没感觉了啊，就是真在走啊，这真没有觉得有腿的感觉。这就是念佛功德给你带来的境缘啊，这是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确，因为每个人的境界不一样。有些人呢，觉得没手了，有些人觉得好像整个身体没有了，为只有佛号功德之境缘。那我今天我们在这说佛号功德之境缘是什么，确确实实我们没有体会到，因为我们没有做到三昧。那这三昧就是正受吗？那你要真是有了正受，那换句话说你就得到三昧了，那还了得吗？那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那么所以换句话说，佛号功德之境缘我们在这不能妄加评论。有好境界，有舒服的境界啊，那不是佛号，不一定就是佛号功德所给你带来的境缘。一切境缘皆不可得也，那剩下的那都得不到啊！只有佛号功德给你带来，这咱们说句实话，只有真正得到正受的人，他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佛号功德之境缘是什么意思。那剩下我们没有得到这种三昧，我们没有得到正受，我们的一切境缘都不是佛号功德所带来的，所以不能留心，所以不能执着它，那不是佛号功德带来境缘。那么佛号功德给你带来境缘，你真有了这种境缘，我告诉你，你绝对不会计较它。你要计较就不是三昧，你要计较它就不是正受。佛号功德带来的境缘，你说我这是不是佛号功德带来境缘啊？他那个不是佛号功德带来境缘，你有这个概念，你那个绝对不是佛号功德境缘。真正获得了佛号功德所带来境缘这种人，他绝对不会起心动念。一起心动念就不是三昧了，就不是正受了，啊，皆不可得也啊！一切境缘皆不可得。我这舒服啊，我这脚不轻啊，啊，我这个不饿呀，啊，我这个这对不起，你有这个想法，它就不是三昧，啊。又正定者，那他又解释了。我们叫正定或者叫正受，刚才说得很清楚哈。他老和尚又解释，又正定者即照双融之位。你看这境界太难了。正定者他定了得了三昧，即就是一法没有了不可得，照又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和镜子一样。你说他照了吗？他照，谁来我照谁。你说他寂灭，他有自己意思吗？谁走了我都不留，走了就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比镜子更记的了。他自己照那儿放在那桌子上，谁也不他什么都没有，镜子空空荡荡。那但是你说他空空荡荡吗？真要有东西来，他又照得清清楚楚。那这就是急照双融。咱们说要急了，那就应该什么都照不着啊，这就是死定。要照了就不应该沉静下来，这就是妄念，这就是烦恼。啊。
所以吉兆双融，又吉又兆，非吉非兆，既吉既兆，呵呵啊，就这个意思。正寿者呢，旺福真现之位。你看啊，这就是说得很清楚了。什么叫正常的享受啊？什么叫正常的感受？叫正寿啊，旺福没有妄念了，真现之位，真的现出来了。说的是这件事，旺福真现，没有妄念了，现出来是什么？真现，真现是什么？了不可得。妄是有东西啊，啊，你说我这电视机荧光屏演出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呢就是妄，我把这画面一去掉了，啊，咱们还能看见荧光屏，啊，这用荧光屏来举这个例子，真正跟你说实话，妄念一没有了，荧光屏也没了。望福真现，那咱们用电视机来比喻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妄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妄相有吗？没有，它是荧光屏变出来的，没有荧光屏就没有它，有荧光屏就有它。那么我们世间的这个电视，你把图像一关上，荧光屏还在那儿，是吧？那看来好像荧光屏并不受图像有没有的影响。真正跟你说白了，所谓自性，所谓真，是这个妄意没有了，就是好像咱们说这个荧光屏的图像也没有了，荧光屏也没有了，这就是真妄福真现。这个时候现出来的这境界，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就是我们在华严经上修华严二指妄见还原观里边说的显义体，自性清净圆明体，什么都没有，那就是叫常寂光土啊，叫做妄福真现之位。妄福妄真但福住了，真就现出来了。真现的是什么？了不可得，你不能用语言来形容，你也不能用心思来琢磨，一琢磨这个电视机又把这个电视节目给你演出来了，一演出来荧光屏又带出来了，全来了，真和妄就全来了。妄福真没有了，妄福真现了。这个真，我的理解哈，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那个时候你体会到自性了。自性是什么？你说不出来。只有得到这个正受的人才知道。啊。那么他老和尚继续说，真能真都摄六根而念，决定业障消除，善根增长，就这意思啊。啊，在下边就讲的是观相念佛哈，这就那他就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继续往下给大家介绍啊。不需观心，你不需要观你的心啊，而心自清净明了啊。这个不需观心这个意思我不理解，我估计可能就是禅宗当中的一些修行的方法，观心看心有没有念头啊。而心自清净明了，又何至心火上炎之病乎？你怎么又会带来心火上炎的这种病呢？如以极重之业力凡夫，因为你是极重的业力的凡夫，妄用观心之法，你随随便便你瞎用这种观心的方法，妄用就是胡用吧，是吧？就乱用观心之法，故至如此。这个人就是他头上有这个有感觉啊，有抚摸，有牵制，你就是因为这样做，所以导致了这个啊，故至如此。观心之法乃教家修观之法。念佛之人不甚合机，我们念佛的人不太符合我们的这种根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乃普被上中下，若凡若圣，一切机之无上妙法也。啊，这就很清楚了。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个方法是适合于啊，能够适合于上中下三根人，是圣人，是凡人啊。若凡若圣，一切机之无上妙法，一切根基的这些众生的法，须知都摄注重在听。你看啊，很多居士、很多同修在说，我这个三个清净处中哪个最重要？啊，
须知都摄，那都摄六根，注重在听，主要是耳朵听佛号，即心中，即心中默念，即便你心中在默念也要听，以心中起念即有声相，你心中只要有念头它就有声的相，就有声音啊，自己耳听自己心中之声仍是明明了了，自己的耳朵自己听自己心中的声音仍然是明明了了，果能字字句句听得清楚，则六根通归于一。你看这说得很清楚，果能字字句句听得清楚。那么这个同学说，如何专注念阿弥陀佛，念佛时如果旁边有人说话还是很容易走神， 我理解这走神就是听到别人说话受到别人影响了，那么果能字字句句听得清楚，则六根同归于一啊！你真耳根摄住了，你其他五个根就全摄住了。耳根一摄，那老和尚继续说，耳根只要一摄住，诸根无由外驰，就没法向外边走了。啊，眼耳鼻舌身意。啊，你只要耳根一摄住，剩下的五根无由外驰，没有办法外驰了，无由，啊，就没有办法外驰了。术可速至一心不乱，才可非常快速的达到一心不乱。你看，这就都摄六根当中的给我们提出来，哪一根最重要？耳根。啊，脚比修别种惯法最为稳当，最省力。最稳当最省力最切机切最切理切机也。就是讲了十念法。啊，所以你念佛的时候还能够听到别人的说话声音，你还能嗅到别种气味啊，你还能够眼睛看到这个其他的一些景象，那说明你什么？耳根没摄住。那么按照华严的境界，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那我耳根摄住了，其他五根就摄住了。那我眼根要摄住了呢？哦，你要真把眼根摄住了，我告诉你，其他五根你也摄住了，叫圆通啊，通的。你说我眼根摄住，但是我耳根还能听到别的，对不起，你的眼根没摄住。我们有这体会啊，是吧？你真的耳根要听到这佛号听得清楚，你确确实实你鼻子闻不到别的香味，你确确实实眼睛没看东西，没看见东西，看了没看见。啊，你可以自己体会。啊，所以有些同学来这些问题当中啊，我们体会到啊概念太多。啊，受到这个因为可能知识比较丰富，看的东西比较多，受到这些概念的缠缚和影响。我建议大家啊先不要讨论。先不要争论到底是不是死定啊，啊到底是不是这个对不对啊。啊，应该怎么办？你呀，咱们说白了，你老老实实先把耳朵停在佛号上，就练这一套功夫。你真正把这个耳朵射在佛号的声音上，你的眼睛自然就在你眼睛该在的位置上。你身体自然就是身体的状态，眼睛自然就是眼睛的状态，鼻子自然就是鼻子的状态，全给射住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回答到这儿啊。所以呢，我建议呢，就是问题比较多的同修哈，有很多疑惑呀，啊，提了很多问题，引经据典哈，提出来应该是不是这种感觉啊？应该是不是那个说法啊？你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你这个是不是祖师大德所批判的呀？啊，这个，我觉得呢，我们先放下这段争论，啊。我们呢，老老实实的，啊，念佛，啊，这个印光大师在他的文钞当中反复强调过多次，不要从别人嘴里讨说法，自己好好念，自己就能够切入境界。印光大师这个文钞说的意思你就明白。如果你老不到这游泳池去游泳，你老在这个岸游泳池边上琢磨着水。咱们说白了，你永远琢磨不出，你不身临其境，你不知道水的特性。
啊，那只是概念，那只是说法，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先要念佛，你念了佛了，啊，我们这些同修们在一起在讨论的时候，说出那个境界，尽管词汇不一样，尽管概念不一样，尽管说法不一样，南方北方东边西边是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可能有各人各样的说法，但是大家都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大家都是从这过来的。啊，所以呢，我觉得与其花很多时间在讨论概念、讨论经典、讨论理论，我们就是这十念法，就是这几百个字，我们学了，我们做，做完了以后回过头来再商量，那再讨论，这就是有的放矢。你有了目标了，你再射这个箭，你才能是一矢中的，你才能说到点儿上。否则的话，确确实实您说不到点儿上，我也听不到点儿上，因为我也念佛功夫不够，您呢又不念，那我们大家真是瞎子和瞎子在那儿争论，是吧？你摸到象的头了，我摸到象的屁股了，你说屁股是象，他说头是象，说不到一起。与其拿着时间无谓的争论，不如老老实实念佛。啊，下面我们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总觉绕念不摄心，盘腿坐念就摄心，这样行吗？啊，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问的人也挺多的。我们继续回到老法师净空老和尚的这个开示当中。啊，我们看看老和尚是怎么说的。啊，他老人家是怎么说的。他老人家在《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这个当中啊，讲解过程当中啊，在第165卷，老人家说，念佛决定是以绕佛为主，这就很清楚了。绕佛累了的时候，这才坐下来止静休息。你不能上来就盘腿坐念，是吧？一定是你绕佛累了的时候，这才坐下来止静休息。这是不得已的。你看，啊，休息一会儿，一定要再绕佛。如果妄念很多，或者是深沉，要拜佛。有些人有妄念啊，我就是这种感觉。第二天头天晚上跟人应酬了，或者睡得晚了，是吧？精神不饱满了，那第二天念佛的时候感觉到就乱。那你老和尚说，那这个时候您就别绕念了，别绕佛了，你就拜佛。如果拜佛还打瞌睡，拜佛还要睡觉，那你就干脆去睡觉好了。睡好了之后出来再念，这个没有压力，没有限制。就这样，就是你除非你拜佛，这就给我们最低的底线，就是你要睡觉，那你就绕不行，啊，还要睡你就拜了，你说你拜佛还打瞌睡，还要睡着，是吧？那你就没办法，你就睡去吧，是吧？那只要不到这种程度，你就不能够休息。那除非我的理解哈，除非拜佛都要睡着了，那实在没办法，睡去吧。啊，老人家在2007年5月12号有一个定慧化解灾难啊，这个开示啊，我们这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开示，我们一块共同学习。啊，业障一定要消除。啊，那么刚才我们这个问题叫说，总觉得绕念不摄心，盘腿坐念就摄心，这样行吗？那师父说这样不好，这样不行。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呢，也是同样的问题，绕佛顶多一小时就昏沉了，想睡觉，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办？老和尚说拜佛，拜佛要再睡，那你就睡吧，那就睡醒了再接着念。请教一个问题，怎样解决精进念佛与睡觉的关系？就是您讲过，就是我讲过，中午困时念佛比睡觉还管用，我还没有体会出来，但我在困了或累了的时候拜佛，并用十念计数，非常摄心，一心轻松，非常如理如法。啊，你困了，你累了，你拜佛，老和尚说了啊，你可以拜，
是吧？那您要觉得十念技术非常摄心，一身轻松，那这种方法很适合您的根气，是很适合您的根基，那你就采用，啊，只要摄心就好，啊，能达到至心信要啊就行。那么师父呢，在2007年5月12号《定慧化解灾难》这一集当中啊，这个开始当中啊，曾经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今天请出来供养大家。业障一定要消除，老人家说，消除业障才能够精进不懈。那换句话说，你不能精进不懈啊，业障消除才能够精进不懈，昏沉、睡眠、调举都是障碍。所以昏沉，我们遇到昏沉怎么办？也要想方法对治。最好的办法就是拜佛。坐在那里会打瞌睡，我拜佛，拜100拜，拜200拜，拜300拜，拜完之后绕佛、经行、念佛，求三宝加持，要想办法对治。你看来一般是绕还不行就拜。睡眠是恢复体力，老和尚接着说，睡眠是恢复体力。实在讲，睡眠比饮食还重要。饮食差一点无所谓，睡眠要睡得好。睡眠怎么会变成八禅？你睡得太多了啊！八禅我没有查啊，是一种烦恼，禅缚是吧？八种禅缚，轻烦恼啊，八种轻烦恼。我们可以查字典啊。这就是刚才回答了，就是总觉得绕念不摄心啊，盘腿坐就摄心啊，绕佛顶多一个小时就昏沉等等啊，不精进啊，昏沉的这些问题啊。啊，下面这个问题。这个念佛人静下来后，在念佛的时候啊，对家人的担忧特别多，而且非常强烈，是不是因为人静下来了，这些困扰就出来了啊？就是这还是讲的念佛的时候有妄念啊，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把它归类在这个妄念当中。那么念佛时呢，这还下边一个同学提的问题，念佛时心里很紧张，总怕有妄念进来，怕佛号跑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念佛人静下来以后啊，就刚才这个问题啊，这个念佛人静下来以后，对家里人的担忧特别多，而且非常强烈，是不是因为人静下来了，这些困扰就出来了？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没静下来的时候，这些就没有这些困扰。那么师父呢，关于这个妄念这个问题啊也有明确的开示。那么我们一块共同学习老人家这个开示。这个开示呢，是在老人家的《中风三十细念法事全集》第52集，2003年7月4号讲的这一段文字。我们呢共同学习啊。净空法师说，所以有人告诉我，我不打坐的时候没有妄念，一打坐的时候妄念就那么多，其实不打坐的时候妄念也是那么多，没有发觉，到你想静下来的时候，你才发觉你妄念那么多。要懂得对治的方法，这很重要哈。怎么对治这个妄念？通常我们也不说七觉知，七觉知说的太麻烦了，真是对于佛法有相当切入，会用经典里面这些原理原则。在通常我们使用的方法，如果是妄念太多，一定要静下来，不要照顾妄念，这个非常非常多，这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我们看了印光，我们接触了这么多经典啊，我们就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过印光法师的文钞啊，精华录，我们看过，我们很多同修不同程度的看过，看过其他的这个佛教经典。这六个字非常厉害，就是不要照顾妄念。
就是你不要管他，不要照顾他，你这就是没法，这是非常好理解了。妄念一出来，你就琢磨他，哎呀，我怎么对家里人这么担忧啊？啊，我很紧张，我怕妄念进来，这就是妄念，你就照顾妄念了。我很紧张，这孩子今天吃的不合适，你照顾孩子，是吧？就这个意思。你不要紧张，你紧张，你紧张是你为谁紧张？你为妄念紧张。啊，你还是在照顾他，你还把当回事儿呗。啊，你越在意他越麻烦，妄上加妄，就这意思。你不要在意他。啊，老和尚接着说，一定要静下来，不要照顾妄念。那这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不要照顾妄念，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非常非常明白的。啊，不要照顾妄念，就太在意了。啊，越怕妄念多，妄念就越多，决定止不住。你怕，所以我们回到《了凡四训》上说：“一毫觊觎，一毫僵盈，皆当斩绝之矣。”觊觎和僵盈就是照顾，对过去的事情，啊，患得患失；对未来的事情，在那盘算。嗯，这就是。你看，这就是妄念。妄念，你越这样，你的妄念越多。妄念越多，你心越扶不住。心越扶不住，你就越看不清楚事实真相。越看不清楚事实真相，你做出的决定就越错误。错误的决定导致于错误的行为，最后你就失败了。所以了凡先生说：“一毫觊觎，一毫僵盈，皆当斩绝之矣。”就是我们老和尚说的，不要照顾妄念，啊，越怕妄念多，妄念就越多，决定止不住。与其止不住，就干脆别理他了，是吧？妄念起来用什么方法？注意听哈，不去理会他，把意志啊想念佛啊，你就把意志力啊想在念佛上，就是一根呢，念得清清楚楚啊，专注在佛号上，无论是善念也好，恶念也好，我们念佛人经常有这样啊，善念恶念。我在念佛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过去人谁坑过我吧，是吧？啊，过去自己做过什么错事吧，这时候全涌上心头，啊，无论是善念也好，恶念也有这激动的时候。哎呀，我这声声佛号都回向虚空法界啊，啊，我这要老念佛，我就能去西方了哈，我去西方以后，我就成佛成祖了，我道家慈航，你看这就善念，这都不行，啊，无论是善念也好，恶念也好，统统不理会。念头转移，专注佛号，久而久之，妄念自然就少了。这是我们通常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啊。对不起，这一段开示是在《佛说十善业道经》上第123集，2001年2月28号。啊，老人家提出了不要照顾妄念，啊，就是不要理他，啊，这跟印光老和尚说的是一样。啊，那么怎么叫不照顾妄念啊？怎么叫不加理会啊？怎么叫把念头转移到佛号上？设耳谛听，这就落实了印光老和尚的十念法。这就用印光大师的十念法，就能把净空法师在2001年《佛说十善业道经》当中的第133集这段开始就落实了。老和尚给我们讲了个原则，不要照顾妄念，把念头啊转注意力集中在佛号上。怎么叫把注意力集中在佛号上？那就是落实十念法呀。耳根一摄住啊，首先把耳根摄住啊，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段开示，啊，是老人家在《中风三十系念法事全集》第52集当中，2003年7月4号讲的。啊，妄念起来不要去理会，不要害怕。你看观众说我很紧张，啊，不要害怕，那是正常的。你看，嗯，对凡夫来讲是正常的正受，那人家真正念到念佛三昧的正受，那就不正常啊。你这妄念对我们来讲是正常，所以你看正常和不正常因人而异。对我们凡夫来讲，有妄念是正常的。你不念佛的时候，你的妄念自己没有察觉，非常非常多，太多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啊？举手弹指之情32亿100千念，啊，这一念佛想把它扶住，发现了，啊，
发现妄念非常多，所以有人害怕。我不念佛的时候没有妄念，怎么一念佛这么多妄念？这个时候你自己晓得，不是不念佛的时候没有妄念，不念佛的时候也有这么多妄念，没有发现。现在一念佛突然发现，所以你要知道这是正常现象。你念佛的功夫不能间断，你要认真努力念下去，慢慢的你的妄念越来越少，功夫就有进步。如果念了一段时期，妄念还是那么多，没有觉得减少，那么自己要好好检点，反省，我念佛的功夫一定有问题。大概总的问题就是没有澄净心。啊，你看老印光老和尚说了，啊，如果没有至诚，没有恭敬心，没有澄净心，欲摄莫由。你没有恭敬心，没有澄净心，你想摄住这个心很难。你看净空老和尚这句话，就跟印光大师的十念法的头一句的开始完全一样，啊，我们拿出老和尚，印光老和尚这个，是吧？你看，摄心之法，莫先于至诚恳切，心不至诚，欲摄莫由，是吧？心不至诚，欲摄莫由。如果念了一段时间还那么多妄念，那你的澄净心就不够。那么，我有澄净心，我就能摄住我的心，然后我再按着十念法，我功夫就得力。那么我没有澄净心，我念佛就摄不住心。那我们在这里讨论澄净心怎么出来，这很关键。那么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了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我们真正的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的澄净心就出来了，是吧？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我相信，但是我不愿意去，你还是没有澄净心。那么你有了澄净心，你摄住你的妄心，就能摄住。所以澄净心很重要。那现在我们上次在4月19号在香港向大家汇报的时候说，现在人家澄净心太难了。你不要说澄净心没有，从嘴印光大师在文钞上说啊，从嘴上把自己放低，屈尊自己，恭敬别人都难，你更不要说从心上对别人有澄净心。我自己的体会，这只局限于我自己的体会。我上次跟学佛同修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就信愿行三，深信切愿至持名号，信愿行三。信愿行三是以信导愿，以信起愿，以愿导行，以行来正所信，满所愿。那好像是先有了信，再有了愿，然后再有了行，然后行呢又绕过去，又回到了，又来正你的信，又来满你的愿，好像它是一个封闭系统。那这个封闭系统呢，我们的第一站就是我们公共汽车的始发站，好像是信，以信起愿，以愿导行，这就第三站了，愿是第二站，行是第三站，以行来正所信，满所愿，又回到了总站，回到了始发站，然后呢就是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那我要是信西方，我也愿意去西方，那我知道，那我肯定愿意干，我就愿意支持名号，是吧？因为我有很大的动力。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深信，也没有切愿，我们没有澄净心。因为我就4月19号我跟老和尚说嘛，我说这现在这人不见兔子不撒鹰啊，现在人不见兔子不撒鹰，你不给他实实在在的利益，不给他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是吧？他不相信呢，他不容易听你的话呀，
那怎么办呢？我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尝试着，你信不信啊？这是一个问题，你可能信得不深，你也相信有西方，那这是人家这么说嘛，我也就信了，这我也无所谓。你说你有美国，有美国怎么着？我又不到那去活着，你就说信我信有美国，你真信吗？深信吗？怎么着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信不信？他不深信。愿意吗？那更谈不上了。美国我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我一直在中国生活，我所有的家庭、社会、我的事业，我全在中国，我愿意去那儿干什么？是吧？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我自己的体会啊，因为我就是这么样的，我没有深信，我也没有切愿。我现在为什么开始对西方极乐世界，我自己的体会真的是越来越相信，而且真的是越来越愿意对这个娑婆世界越来越有厌离心，厌离娑婆。啊，向往西方，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我就是先按照实践法。啊，我这边有个比喻，你说，啊，我如子一母啊，他这个印光大师老说念佛要像儿子，如母一子，如子一母，就像妈妈想孩子，孩子想妈妈一样，这么念佛就得力了，这叫有念佛，不是在嘴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是你要你就要像母亲想孩子。孩子想妈妈那样，他没有念，但心里挥之不去，萦绕在心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潜台词、下意识里边就想着妈妈。印光老和尚说，这叫在念佛。净空法师也是这么说。那我现在没有这种感觉，说我想去西方，就像想我妈妈一样。我觉得西方跟我妈妈相比，好像我妈妈更现实一些，更想得多一些，更对我具体一些，更鲜明一些。好像西方跟我妈相比，好像还没那么真实，对吧？所以我达不到这种想我妈妈跟想西方是同样的水平，是吧？那怎么办呢？我这里边有个比，有一个例子啊，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你说。我跟同修在一起讨论，你说我妈妈在天津，是吧？我妈妈在天津，是吧？我相信我妈在天津，那我愿意去天津，那我就打个车吧，是吧？我就行吧，我到了天津了，哎呦，正所信，果然我相信我妈妈在天津，这件事儿证实了。啊，满所愿，我愿意，我妈妈在天津，我愿意看我妈妈呀，是吧？我愿意跟我们老太太相聚啊，就满了我的愿了。那你说我不相信天，我不相信我妈妈在天津，我既然不相信我妈妈在天津，我怎么愿意去天津见我妈妈呢？我谈不到愿啊。那呢，我们说从行开始。那行了，你也不相信你妈妈在天津啊，那当然你也就没有那个愿望去天津。咱没关系，咱们先打个车子，打个出租车，咱们先往天津去行吗？对吧？你就给我个面子，咱们说白了，是不是？啊，你就听我一回，你信不信，你愿意不愿意没关系，咱们先走着瞧。然后我们就打了个车子到天津，一到天津一看，哟，这家伙妈妈真在这儿，你看从第三站就回到第一站，这真信了，你看见了。哎呦，看见妈妈了，当然愿意来了，当然愿意来天津了。所以我们是不是不能把信愿跟行绝对的看成两件事？只有了信愿你才应该行，信愿跟行是两回事，其实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你真行了，你就能信，就能愿；你真信了，你就能愿，能行；你真愿意了，你就能行，能信。一即是多，心里边就圆满的信就包含了你的愿和你的行。你说我真信西方极乐世界，你要真信，你没有不念佛的，你不念佛你还是不真信。你说我真愿意去西方，我就是不信西方。我跟你讲，你要是真愿意，那你是一定是真信。你说我特别愿意去西方，我非常愿意去，但是我就不相信有西方，您还是没真愿。你的真愿里边一定包括真信。一个微尘里边都有尽虚空遍法界，对吧？所以我觉得心愿行三
从我们敬宗的这个纲宗来讲，它是三件事儿，事和事是圆融的，因为理是一个，理事是无碍，事情跟事情是无碍的，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鼓励。我虽然没有深信切愿，但是从华严经我们得到了教育，事是圆融，信是一件事，愿是一件事，行是一件事，这哪一件事都包括那另外两件事情，这是有理论根据，这不是瞎说。你能说佛是不二法门，信愿跟行是二法吗？一法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坚持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澄净心，我们根气太劣了，钝呐、啊，末法呀，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先行？就像我们健身一样，啊，就像我们在世间对待世间法一样，我要挣钱，我要谈恋爱，是吧？我要成家立业，我要出国留学，我要考大学，我先行起来。你先行起来，行着行着，你就能够正所信，满所愿。啊，所以我就是这么走进来的。你说我对西方有，我对《弟子规》，我是真信，我真愿意做，因为我得到利益了，公司年年好，人也轻松。啊，我看了老法师的经教，我在世间当中，我烦恼轻了，智慧长了，啊，这个脾气也好了，身体也好了。是吧？大家都喜欢我了，我钱也挣得多了，是不是？这个我真得到真实利益，我相信老法师，我相信佛法对世间这一段真管用，我深信不疑。那他是在你要说初时间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今天生活在北京开这个公司做这个生意，我西方那个真实跟我现在开这个汇通汇利公司这么真实，我真的没有做到，不相等。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很现实，六根都能接触到，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佛法真好，真管用。那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同样给我带来像在北京，像在中国，像在这个地球上同样的这种真实的感觉？我没有，不相等，有分别，有差别。那没关系，咱们先行上吧。这一段真的感觉到真管用，确确实实证明了华严说的事事无碍，行就是信，行了，信就在里边，愿就在里边，啊，说如地网千珠，一珠射千珠，这一个珠子就能把一剩下的一千颗珠子的影子都放在这一颗珠子里边，千珠射一珠，啊，千珠射一珠，就是这一个珠子能把这一千珠的影子，一千个珠子的影子全都射在这一珠里边，一珠。射千珠，就是一个珠子在一千个珠子里边都能找到它的影子。你看，一射千，千进来了，千射一，这一这个珠子回到一千个珠子里边，那么这一千个珠子就是一千件事儿。你看，事和事情都相融，那行里边，行这颗珠子就有信这颗珠子的影子，就有愿这颗珠子的影子，你在这个行里边就能找到信和愿的影子。那信这颗珠子里边就有愿这颗珠子的影子，就有行这颗珠子的影子，地网千珠，珠珠互射，一珠射千珠，千珠射一珠，啊，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啊，你真的好好念，你真的按印光老和尚的十念法来好好念，啊，你慢慢澄净心就能出来，因为你相信有西方，因为你业障消了，因为你智慧出来了，你经教看懂了。你习气减轻了，你心静了，那自然就得到他们的加持。你看，我越念，我这心越清净，心就像一盆水。我越念，我心越清净，越清净，天上的月亮照得越清楚，越清楚我就越高兴。哟，原来看的是一个贴饼的椭圆形的月亮，现在慢慢变成圆的了，信了。啊，这月亮真是圆的，不是椭圆形的。因为你心清净了，它就真实的反映了天上的月亮的形状，你慢慢就真的看到圆月亮。那我跟你说月亮是圆的，当时我跟你说你不相信，月亮怎么是圆的，月亮不是椭圆的吗？你念念佛，你念念试试，你心静如水，心这盆水静下来了，天上的月亮就越来越圆，越来越圆就越来越相信月亮是圆的，它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今天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用十念法来好好念佛，一定行当中有信有愿，啊，这是肯定的。佛是不二法门，这点我们要坚定信念。有些人说胡小林，你是不是把信愿行，这个你太强调这个行了啊？你把信愿都放在一边了，也诚敬心也可以不要，信愿也可以不要，就念佛就十念法就管用吗？那你的意思是说，十念法这一件事不涵盖信愿吗？法和法不相容吗？不对的，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四种无碍，啊。师父在讲华严经的时候啊，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华严境界，啊，华严啊，群经之王，啊，根本法论，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坚定的信心啊，行当中有满所愿，正所信满所愿啊。下边一个问题，啊，总觉得自己耳朵聋，非得念的大声才能听得清清楚楚，请教如何克服。再一个问题呢，请问。阿弥陀佛的咪字应该念咪音还是密音啊，这两个问题啊，这是很具体的问题了哈。我们看看，我们再回到净空老和尚的这个学佛答问上来啊。学佛答问我们大家在网站上能下载，那我们看啊。这是在学佛答问第14集2000年9月18号啊，老人家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回答过类似这样的问题。问，念佛是否念同一个调子好？啊，如果换调子，我就会听不到耳边有念佛的声音，听到耳边有佛号声是不是好事？听到耳边有佛号声是不是好事？请开示。答，念佛的声调要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你看，这又是因人而异。啊，你说念咪呀、啊，念密呀、啊，你自己身体你怎么舒服你怎么念，啊，也要适合自己的工作环境，念得很欢喜，念得很舒畅，念得心很定，这种声调对自己就有好处。你念咪也罢，念密也罢，你只要身体舒服啊，很舒畅，心定，那就行了，是吧？如果听到的念佛声调自己觉得很厌烦。不欢喜，我们就不必采取这个音调。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念佛音调不是只有一个，一定选择自己喜欢的，能够让自己心定下来的，以这个为标准就好。啊，这说得很清楚了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没关系，啊，你怎么舒服，怎么心定，啊，怎么欢喜怎么来。那么下边这个老和尚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听到耳边有佛号声是不是好事？我们看完下边这一段开始之后，我们知道他的问题是这么问，就是说当我不念佛的时候，我耳边还有佛号声音啊，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好事？请开示。这种情形有，这是很普通的现象。念佛念久了，阿赖耶识里头印象深刻，自己时时刻刻会听到佛号，确实没有别人念佛而自己会听到，确确实实外边没有念佛的声音，自己能够听到，会听得很清楚。有些时候有几个人同时可以听到，这是属于感应啊。至于常常听到有念佛的声音，不要去执着就好。你看又是这样，不要照顾他啊。楞严经里面佛说得很清楚，只要一切不执着，不放在心上，都是好境界。如果执着放在心上，就是魔境界。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论佛境魔境现前都不理会，这都是好境界啊。这跟印光法师说的一样，魔境界佛境界不理会，人就会上进，因为你克服了境界对你的引诱啊。你在境界面前不起心不动念啊，这就是好境界啊，境界出现对你带来积极作用，所以要感恩这些境界啊。下边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回答了，我再重复一遍，明确一下，是否信愿行不一定非得按顺序进行，可以先从行入手？ Yes， 绝对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事事无碍啊。好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就这些问题呢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啊。这次汇报的两个
主要的经典来源，一个是印光法师《文钞精华录》啊，再一个就是净空老法师历年来在各个不同的场合的重要开示，希望大家呢能够深入经藏，认真学习啊，阿弥陀佛。